一则非常不幸的新闻。近日，一名男子在泰晤士河中游泳不幸遇难。英国一分钟新闻时事通，每到夏天都会看到游泳者遇难的新闻。最近就在8月14日下午4点左右，警方收到报案，称一名20多岁的男子在河中游泳时失踪了。随后在警方使用直升机和船只进行大规模搜查后，于当晚10点30分左右，在伦敦西南部汉普顿法院附近的泰晤士河中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子的尸体。目击者麦克斯泰勒 Max Taylor 称，当时自己正在附近划船，一对夫妇告诉他，他们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其腰深的河水中游泳，随后便开始大声呼救，但他们当时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因为他身处于浅滩中。但几秒钟后，这名男子就突然消失了。目击者表示，他们感到非常遗憾。现场警察理查德·史密斯也说，他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尽管警方反应迅速，但仍无法救回这名年仅20多岁的男子。我们英国一分钟的粉丝最近应该都看到了我们对英国洪灾预警的新闻，请大家转发给你关心的人，提醒他们切勿靠近英国低洼或洪水频发的地区，以免意外发生。本条新闻由英国海瑞万世国际地产赞助播出。